各位南投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美官，还是看今仔日二月十三号的南投新闻。南投灯会一旦恭喜年年创新，今年特别邀请带着青海玉树的藏族喇嘛，亲身来到南投现场创作手工真有路的酥油花灯。这种传统民俗技艺作品，色彩美丽，多样迷人，所以看过人拢相当的耳乐。观众人民群嘛，热情邀请民众来灯会做过观赏，这难得看到的民俗技艺。酥油花灯是用手工来炼酥油所制作出的雕塑艺术，它是藏传佛教，也就是西藏的密宗佛教，用来祈求吉祥平安的特殊宗教文化技艺，为着让民众感受藏传佛教文化艺术的魅力。官府特别在主灯区南投花灯中心的灯馆增设酥油花灯区。今年呢、啊，我们南投县政府举办的南投灯会啊，我们非常的重视，也非常的隆重啊。特地到大陆啊，请西藏跟青海的啊藏传佛教啊来这酥油灯啊，在我们的会展中心里面呢、啊有这么一个展示场啊，县长非常欢迎各位啊来欣赏一下哦。这是几百年的历史文化啊，是由西藏跟青海啊他们藏传佛教啊创造出来了一个意识。这次邀请十一位来自青海玉树宗族的喇嘛，前来现场制作，用着八天时间，慢慢做出一个美丽的酥油花灯，让民众唔免到中国的青海西藏地区，就会当欣赏到这款用着酥油手工雕塑成的花、佛像以及动物等宗教艺术。你看每一个作品都非常的精致，都非常的漂亮。那么一个作品至少十一个人呐、啊。都要做了两三天的时间才能够完成哦，一个作品哦，是非常难得的机会，县长非常欢迎各位，到我们灯会展来欣赏我们这个青海、西藏青海的藏传佛教的文化哦，大家来观赏。南投灯会每年拢有创新，特别拢相当精彩。这次登记一直到十四号为止，官府邀请乡亲一定要把握时间到现场来欣赏。记者陈世昌报道。